我的律师告诉我，母亲在法律上是有权利抚养孩子，但要是母亲在经济上有问题，没办法维持生活或是再婚的话，要得到孩子的抚养权可行性就会大大的降低。老师，你没有注意到吗？认识我这么久，你看过我有朋友吗？啊，没有。那就是啦，因为我只有一个朋友，就是老师，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你呀。这黑子